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来的？这和你没关系。快告诉我！快告诉我！姐，那张照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！ 这么大呀，还行啊！哎，你看那边，布置的很精致啊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啊？你们喜欢就好。哎，我看还行啊。哎，你看那个台子很有特点呀，很漂亮。哦，那很漂亮。妈喜欢，很喜欢。我觉得布置的还不错，你喜欢吗？还行。虽然时间很仓促，但是做的很好。嗯，妈喜欢就好了。哎，摄影师，嗯，你在正好。 可以帮我们一家拍一张全家福吗？哎，这边来，哎，你怎么不动啊？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全家福。嗯，来，哎，就站这儿吧，这儿好，来来来来，来啊，我给你看看，怎么样？嗯，啊，我这样是不是挺精神的啊？哎，这么好的日子，高兴一点嘛。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20年前的一天，我在游乐场正好碰到你们两个。可更巧的是，那一天和爷爷家报警丢失孩子是同一天。我看到他把你丢在旋转木马上，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可奇怪的是，在以后的丢失报道和寻人启事当中，根本就没有提到游乐场这个地方，只是说孩子是在家附近丢的。 我记得那天在游乐场，周围人很多，很吵。我坐在旋转木马上，姐姐在一边看着我，然后一转眼，她就不见了。叶繁星根本就没有把游乐场这件事情告诉别人，他这么做是不是为了要隐藏什么呀？ 你怎么会认识那个时候的叶繁星？我和他是福利院的同学。
福利院，她不是我亲姐姐吗？搞笑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同样吃百家饭。才能取代他。我想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。上的菜单需要您看一下。哦，好的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怎么了，最近呢经常觉得头疼。你呀，你这是累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爱操心。那我不应该操心吗？爸，你要不要带妈去休息室休息一下？走吧，那儿有休息室，坐一会儿吧。走吧。那我们先去了。妈，一会儿过去啊。叶小姐，叶小姐，叶小姐，这些都没问题吧？就这样。范欣姐，范欣姐，我问你一件事。啊，我现在在忙。你是不是故意把我丢了？菜单就这样印吗？有什么话你说吗？你是不是故意丢的我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肯告诉爸妈当年游乐场的事？思月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记得你说的那件事情了。是不记得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记得？范欣姐，你告诉我实话，你是不是故意丢的我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那个时候那么小，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游乐场。好，就算你那个时候是一时糊涂，那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肯说？为什么到现在你都不肯承认你的错误？思月，你在哪里听到这些东西的？是谁告诉你的？你跟我说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！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为什么你到现在还隐瞒真相？你为什么不告诉爸妈我就是你的妹妹？难道
你害怕别人知道你是养女，你是不是想做爸爸妈妈唯一的女儿，才故意丢的我？如果你现在承认的话，我可以原谅你，因为是你，所以我可以原谅。选择继续隐瞒，对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妈，没事，我们回休息间休息吧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三番四次来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这里是办喜事的地方，麻烦你不要来这里闹事，好不好？妈，算了。知不知道，你在为你一个女儿的婚礼而开心的时候，你的另一个女儿还流落在外。子月，我告诉你，不论你跟我说什么，我都不会相信的。我的宝贝女儿就是繁星，现在我的宝贝女儿就要结婚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婚礼上面闹出什么事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妈，我们别说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给我记住。四月，四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蓉蓉出什么事了？你别吓唬我呀！妈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是叶繁星把我扔了。四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，不再提那家的事了吗？妈，你明不明白？叶繁星是叶家的养女，是她阻碍我回家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！我碰到她福利院的同学了，她亲眼看到叶繁星把我丢在游乐场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她骗了我。他骗了我，也许叶繁星他有他的苦衷，也许他不是故意的呢。不是故意的，为什么现在阻拦我回家？20年了，我跟我的亲生父母相隔了20年，相见不相识，都是因为他。他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。为什么做这一切的人是叶繁星？为什么是我最喜欢的叶繁星？四月，你别想太多了。你也想想叶繁星对你的好。妈，如果你最信赖的人背叛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是别人，可以打他、骂他、报复他，可他是叶繁星，是我最看重、最信赖的叶繁星，我该怎么办，妈？
子月，你听妈妈说，你听妈妈说，你放心，也许不是故意的，你不要恨他，他对你的好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样，这样，你现在就去睡觉，等你睡醒了，我们就离开这里，我们不再掺和这里面的事情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婚礼之后，我就会让你回家。请再给我最后一点时间，让我带着妈妈的祝福完成这个婚礼。四月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好好的，怎么烧得这么严重啊？四月，你这不是自己在折磨自己吗？四月，是妈妈对不起你。走，妈妈陪你到医院去，啊。来，思雨，你就吃一口吧。你这不吃不喝的，你这是在戳妈的心呢。好好好，不吃不吃啊！你不吃，妈也不吃，妈陪着你。你就跟妈说说话行不行啊？什么话都憋在肚子里，会憋出病的。你就算在妈怀里大哭一场也好啊。妈。阿姨，思月她怎么了？怎么会住到医院来啊？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自从见了那个叫简易的人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又是简易？他竟然一直这样到处煽风点火。阿姨，你帮我照顾好思月。妈的乖宝宝，不要哭啊！
简易，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你这个混蛋到底对四月说了什么？开门！我听到声音了，开门！ 我猜，简一哥，警察会不会来找我？等叶繁星的事真相公布于天下的时候，谁还顾得上我们两个？我想毁了叶繁星，谁都拦不住。简一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你不就是嫉妒他取代你进叶家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能有今天靠的不是运气。 这些全都是他一步一步努力得来的。我和繁星以前都是生活在泥潭里的，他要上天堂，我也得去；我要是下地狱，也得带着他。你真是疯了，简一！你这到底是什么混蛋逻辑啊？你居然把自己的不幸全归咎于叶繁星！我告诉你，就算他下了地狱，你也一样上不了天堂的。 你醒醒吧，简一！你不要再纠结于过去，你活得向前看吧。我就是为了要向前看，才把叶繁星打回原形啊。要不然，繁星就要一直装作是有钱人的孩子，还要跟那个萧寒结婚，可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，好吗？这样的繁星该有多痛苦！ 难道我不该帮着他解脱吗？只有当他失去了一切，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。而且，当全天下人都知道真相的时候，一定会厌恶他、唾弃他。而这个时候，只有我依然会一心一意地爱着他，他自然也会明白。 只有和我在一起，才是最合适的。这，你真的是有病，凤香。 喂，繁星，萧寒，副下有没有去上班？没有啊，他两天都没来了，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么说，他没有跟你联系了？对啊，他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没什么，前两天我教训他了。打他？你打他？
傻呀、啊！我真的解开你，简一哥会把我给杀了。我喂你吧。我不吃蒜。我不吃蒜。姜，姜我也不吃。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啊？我吃了姜会全身过敏，传染给你怎么办？那？我不吃肉。肉又怎么了？我吃素。你不吃拉倒。我告诉你，我照顾简一哥可以，我可不想伺候你。你饿死算了吧。我要尿尿。你又怎么了？尿尿这种事我怎么让你帮我？你快帮我解开。你当我傻？我自己去。喂，你干什么？你给我坐回去！你坐回去！你坐回去！你不傻，你是蠢。我好了，哎，叶机器，哎，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不能跟他结婚，婚礼必须取消。喂，干嘛一回来就发疯啊？亲爱的，嘉宾已经到了。啊，我要去直播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服下，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你不会懂的。哼！为什么姐姐不要我？妈妈不让我。喂，你是叶广国吗？我是叶广国，你是哪位啊？你的一位老朋友。老朋友？你想知道你失踪女儿的下落吗？今天中午，阳光百货楼下等你。你是骗子吧？我不仅知道你亲生女儿的下落，我还知道你家那个女儿的真实身份。她并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而是20年前你从福利院领养来的孩子。他的真实身份连你的老婆都不知道，对吗？喂，你到底是谁啊？见面再说吧。
生，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用了最好的医疗手段，但是伤者的伤势实在太重了。你有什么话，趁现在说吧。妈，思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您，我没有听您的话，我没有照顾好您。
不要留下。嗯，好。就能把我丢了吗？原来这一切的事情你都知道。哎，小妹妹，小妹妹，我知道你在哪里哟，我们去找好不好？走，我带你去找爸爸妈妈，好不好啊？是的，是的，听话，乖，这是回家的路，乖，是的，叔叔马上带你回去找妈妈，好不好啊？乖。哎，这个是你家孩子吗？怎么是你家叔叔？小朋友，您认得这个叔叔吗？小朋友，别闹了，乖啊。哎呦，你看车来了，哎，车来了，乖乖乖，咱们走吧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啊，哎，别跑，朋友！当年把你捡回来以后，等你醒了，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就把你带回。秋霞的老家，后来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。原来带走我的人是你。这二十多年来，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在找我，却一直不让我回家。对不起。